27日，润、郑秀文、梁安琪、周问琪等人参加某品牌旗舰店开幕礼。因为同日是安宰出道纪念日演唱会，所以身为女友的郑秀文格外受到关注。只见三米身着透视短裙，头戴绿色头饰，十分醒目。安宰的大日子，三米表示稍后会前往红馆。对于记者猜测安宰是否当场求婚的问题，郑秀文给出了确定的答案，表示自己不喜欢太煽情且公之于众，两个人的感情是彼此的小幸福。我希望不会再还像讲一些很煽情啊什么什么很那些那种东西，我觉得我真的不需要了。我觉得像我说我明白了，我知道自己S 婚后积极造人，还与姐妹淘相约怀孕。对此，斯艾米称自己并没有急切当妈妈的心情，如果有则接受，但自己不会刻意去争取。我不想啊，因为对孩子没有一个很大的欲望嘛。除非有一天上帝真的要赐给我一个孩子，我会接受。但是我自己没有这种意念要求，我一定要有一个孩子，完全没有。